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起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9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开启 Still Series 第71号的分享节目 Dino，或者也有人叫 Dino 啊。所以呢，有一些影片里头它的中文翻译居然翻成恐龙啊，非常妙啊。那和会的话呢，前面这个刀呢，它是尖头在朝后的，但是呢，在后面的和会呢，玩具呢却是把尖的部分呢给朝前啊，当然。另外一只手呢也是朝前的，那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啊。如果说你的配法跟我不一样，就不要为这种事情跟我留言说我装错了啊。这个最近由于优酷上面呢有很多的节目呢，我有1000多部的影片呢被屏蔽掉了。那一些旧的影片呢，优酷呢可能都在做一些清除吧。那我的优酷上面的流量分红呢锐减到呢一个月呢。等于是不到全盛时期的1/10，甚至不到1/20啊，非常的凄惨啊。那 YouTube 的话呢，又因为一些美国一些什么税制啊，好像现在要课25%的这个税金啊，所以最近在流量分红这一块的话呢，可以说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啊，是大量的去流失掉。那所以的话呢，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呢去做一些相关的副业来补充。玩具分享的这个资金呢、啊，所以呢，就因为疲劳的关系啊，有时候可能讲话力气呢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饱满，当然也是可能年纪大了啊。Anyway，在闲聊的过程呢，也已经跟各位展示过它的一个造型了。那么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背景板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让人怀念的电影第三集《高速公路追逐战》，甚至也是这个 Dino 呢，唯一呢在第三集里头呢。会让人觉得比较威风的一幕了啊！说到威风，其实只能说他帅了啊。讲威风，我觉得倒是没有啊，因为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短蝙蝠给拉住的啊，还是因为他被拖着走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靠着跟大黄蜂联手呢，才将这个短蝙蝠呢给这个做掉。那么这个背景板的话，我就稍微提一下吧，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路牌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他倒下去，他明明是倒这样，明明是往这个方向倒，但是呢，电影的下一幕好像是往这倒啊，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奇怪的 bug 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呢，看到这个玩具本身了啊，那这个是想想看啊，今年是2021年啊，电影第三集是2011年，隔了10年啊。这个 Hasbro 呢，终于还我们一个电影三真正的一个属于这个 Dino 的一个模具啊。第三集的那个 Dino 呢，在电影四的时候呢，是有用这个电影二的这个 Sideway 去做一个重组啊。但是呢，很明显还是诚意度还是比较不够啊。那这一次这个新的造型，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它的，好像电影里头感觉没有这么胖。我觉得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背包的部分。还是整块在后面。我们从正面来看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腰应该是到这么多，但是由于加了这个后面这个背包的关系，就感觉它很胖。再来是它的一个这个本身肩部吧，可能比较宽，后面又有两个很大的翅膀。尽管我觉得它很威风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它其实它这个造型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日本武士的这个风格，其实还蛮强烈的，甚至有点像这个 Overload 里头不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古王不是有个部下，好像像昆虫以武士作为形象设计的那个家伙啊，就我忘了他的名字啊，Cocytus 吗还是什么来着啊？反正有点像吧啊，跟电影里头这个 Dino 的形象呢，我是觉得这个的还原度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够吧，主要还是偏胖了。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玩具的一体性很好，虽然它的一个。髋部是球形关节，可是我感觉这一款目前掰起来都非常的紧，啊，像二头肌，全都可以转动，都是偏紧的。那头的话呢，也是偏紧的一个关节啊。它的话呢，可动来讲的话呢，除了腰不能动之外呢，大部分呢，以前 Deluxe 等级可以动的地方呢，都是可以动的啊。那么手部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空动的话呢，除了小臂的内侧，不过还好有个刀啊，把它给补充起来。难得他的后方整个人物是还蛮扎实的啊，那涂装也还算可以。这个红色呢自带一点消光的效果，我个人觉得也不赖。那头雕的话，由于造型本来就很复杂啊，就虽然好像感觉好像糊了点，其实还做得还可以啊。后脑袋也是有很多细节的刻画啊，这个不愧是电影系的玩具。那后面的这个背包，因为是车壳的部分，
所以上面就整个是尽量光滑了。翅膀的话呢，是可以上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更高大一点，就会这么放。最大幅度的话呢，是可以转到整个是转到下方去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个人还是习惯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狰狞的一个样子。那么呢，它的一个膝盖的部分呢，也是一个可以弯到约90度，外摆内收的位置呢偏下一点点。脚的话呢比较可惜啊，没有这个接地，没有就往前动啊，往后动是有限的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站立性是稍稍有一点差，脚后跟的话呢长度不够长，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完全站直的话呢是容易往后倒的啊，各位可以看得到了，这加上这个翅膀的关系，所以可以的话就是稍微的是身体偷偷往前面倾一点点，然后尽可能的呢把这个重心往前面放一些，它可能会站得比较好一点。轮胎的话呢，我手上这一款啊，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轮胎的转动性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其他几个轮胎的转动性本身都不太好啊，这个还行，但是这两个脚啊，这个基本上是卡住了，所以变成说我这款变成车之后，它的这个滚动性是真的是不怎么样，它本身我这样去转它就感觉它是被卡住的，没有很流畅，这个也是都要用力去转它才能够推得动啊，到这边都卡住，到这都卡住啊，并不是非常的流畅。那再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刻画，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勾个线啊，做旧啊什么的，你看包括后面这个电影系的玩具，就是在啊我们已经很多期没有做真正电影系的玩具了啊，都是 G1 或者是这个 Kingdom 啊，这些Beast Wars 时代的这个造型，所以就有一些比较细腻刻画的细节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了。那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我提一下它这个地方这两片不能动啊，导致看起来脖子好像很短啊。OK， 那不能动。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习惯是把背包给打开，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前面这个地方一样，把它往下面打开。好，然后整个的先把它解开解出去，然后这把它整个给翻出去。我们先把它整个翻出来。那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是在这儿啊，我们两手我们往下翻一点，你看到没有？这有个转轴啊，我们先把它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啊，先把这个翻到这好了，翻下去。然后抬上来之后呢，做一个翻转。翻转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臂啊，这个手的话是先把它给往下推一点，打开，往下推。好，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翻转了。那整个翻上来之后，转到一个定位之后，将这个手臂的话呢，我们把它给往下面放下来。我们把手放下来之后，我们先把武器给收进去好了。它的武器呢，可以完美收纳在里头。那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白痕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缺口还是怎么样，这个呢是我在收武器的时候呢，我太用力往下压的关系，我听到啪的一声啊，又跟上次一样啪的一声，然后很快啊就可是没看到碎片飞出来啊，或许只是白痕而已。这个武器要记得收进去，而且收的时候呢，这个武器的这个凸要朝外啊，我发现要朝外还能够收得好。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往内转进来，这个地方转进来，然后往内缩进来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啊，这里把这个手臂，这里不是有一个凸吗？这个凸待会要扣进这个洞里头去。那我们把它给往上放，然后将手臂转到这个方向啊，转到这里，然后往内推进来，到这边。我们从这儿给各位看一下好了，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强制的把它给扣上去。它这个的公差算得很好，所以没有问题啊。这个门板这里记得翻出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把它给转进来了，然后这个刚刚提过的这个手臂上面这个红色的凸把它给放进去到这，然后手的话是记得把它转到这里，这个凸要转到朝内侧，这是它固定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呢可以这样子先把这个部分转过来到这，先把这个地方不管下面怎么样，反正我们这里一定要扣进去，上面是一定要这样子扣的。再来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转动一下，转到这个地方，然后它给推过来，把它这个凸给放进去，然后拳头的话转到同一个方向到这。好的，我们的一个手部的变形已经到这就算 OK 了，到这里。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呢就尽量的把它往上面压一点点，但是呢不要压太用力啊，因为像我那个压的太用力有一点白痕了。再来我们接下来要收纳的呢是它的一个头部，头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往后面推进去，然后呢顺势的把它往上面推到这里，然后呢就把它给往上面推进去，那后面这个部件呢顺势的把它给翻下来。好，整个车顶到这了，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腿的变形了啊。腿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很简单，外面这个部件拉出来，
然后呢脚翻转600年兽翻转180度，再把这个脚呢它只能往前推啊，你要往后推也是不可能的啊，只能往这边推，然后往上面推上去到这，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往外拉出来，然后呢脚外百年兽翻转，这个脚后跟放上去到这，整个的提上来到这里，那到这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快变形完成了啊，已经形状也整个出来了啊，我们呢可以先把后面给完成，这个地方一样有一个翻转，这车头车尾呢都有一个这样子翻转的一个结构，然后呢这个地方往下放下来，这里放下来，然后两侧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在这把它给扣进去啊，说明书写的变形来讲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并不难，而且这一款的变形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有用到几个这种大回旋大翻转啊，是会带来一个惊喜感的。 OK 到这里好，那么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给盖过来，盖过来之后的话呢是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以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凸对应门内侧有个凹，到这里这几个地方呢把它给扣上去，基本上也就完成了，到这里这里也是一样，那这里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用一些塑胶的韧性啊把它给强制给卡进去，这里不对，上面这里还有个卡扣，一共是左右两侧加起来一共是6处，一定是从这个地方先扣，这里压进去，然后呢扣上面这里，这里转进去，最后把这个地方给滑进去，好的把它给卡住，那么一来的话最后就是稍微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整，我们这一款这个 SSD 71号的这个 Dino 呢或者是那个 Dino 呢就是已经变形完成了，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这一款SSD 71号 Dino 的载具形态，首先呢看它的一个大小，这个是现在官方的一个标准低级的大小啊，基本上的尺寸是差不多的，长度呢跟宽度的话呢可能的话呢还比这个锈化的判官呢还稍微大一点点一点点啊，然后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透明部件，还有一点点的灰色或者是黑色，里头可以看到透明的这个玻璃头可以看到吗，这个武器，然后呢里面塞得很满，尽管说我们可以把侧门给打开，但是呢里头呢都是一大堆的东西啊，那这个尾巴的话呢还好啊，并没有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尾部，那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些空洞，那最最最让我呢不得不提一下的呢两点，第一裂缝处非常的多啊，特别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拿出之前这一款这个是第三方做出的这个 Dino， 你发现这个载具的形态啊这个分数实在是相差的非常的多啊，人家这个是上面几乎没有什么分隔线啊，那官方的话呢是胜出的地方当然是在于它的好玩了啊，然后变形比较简单啊，像这个玩具的话呢你要我再变一次可能我都要考虑一下啊，但是官方这一款的话呢确实可以反复的多几次的把玩，再来就是它一个轮胎的滚动性啊，这样推那基本上轮胎根本不动啊，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呢，因为我发现我手上这个轮胎啊它基本上是卡住，我能看到这个地方它卡住了， OK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正常的滚动，后面的滚动性真的都是不怎么样，那我有曾经想过呢是不是我的这个两个脚掌这两个脚尖是不是它卡到地面，所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测试啊，我拿一张很薄的这个纸啊，你看到没有，我这样子穿过它，然后呢我这样前后动这个纸，这样前后动你发现我这样前后动 OK 这个纸呢并没有把车子带着走，如果说我这样纸这样动的时候车子跟着动，表示说呢底盘真的是跟这个纸是有接触到它卡住了，但是很明显这样子纸都可以这样子穿梭过去，表示说呢我的那个底盘呢其实是没有碰到地板的了啊 OK 吧，所以应该也不是我的变形没有到位还是怎么样，那我刚忘了提了这个大小的话也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大小尺寸的一个对比 OK 这次的官方的尺寸的话呢略小一点点，那么呢高度的话呢也稍微高度非常接近啊，但是以车型的比例来说的话呢还是这一款比较优秀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后面你看官方这里有一块延伸过来的红色部件，但是这个是没有的，那这个车辆的话就拿在手上一体性当然是很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底盘的收纳就是这个样子啊，变形的时候呢这个两只手臂啊这个地方是尽量往内靠进去，武器也是收在里头的，那头的话记得把它给翻进去，
那整个一个变形的过程来讲的话呢，还算是有趣啊。不过基本上车包人的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强啊。那最后的话呢，因为公差算得很好，你最后往中间这样一捏一压呢，大部分都可以变形到位。那最后就是提一下，就是这个滚动性不怎么样，以及车子的一个裂缝啊，切割的这个线条的话呢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这边还好，不是很明显。然后有一些色差，这个红跟这个红有一点点的小毛病。OK 吧，那作为一款相隔十年之后呢，官方呢才做了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属于他个人独有的一个 Dino 的模具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